昨天营业的比较晚，3:30才收摊，但是创下了营业额的新高，1589，可喜可贺。今天呢会去的比较晚，主要是因为今天主卧的小姐姐叫了阿姨来打扫卫生，然后我就把小金送走了。送走后我回来继续睡觉，睡醒2点钟，我想起来备料的时候，发现我的一套煎饼工具全没了，因为打扫卫生的阿姨以为是垃圾就扔掉了。所以把原本配料的时间一直在早期工具早期配料，时间上呢就有点赶。大家等我的时候呢，我那里准备了一些酸梅汁，不要钱可以自己去打，还有一个大大的风扇，你们插上电就可以用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我又买了一个饮料机，一个格子是酸梅汁，另一个格子你们觉得是放绿豆沙好呢还是冰镇可乐好呢？最后一件事情就是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在同城买一个二手的冰淇淋机放在那里，大家等我的时候就可以免费吃冰淇淋，就不会太热了呢？